党内有一位中央委员投敌了。梅德仁，他是我家老爷夏守普生前的好友。好，你就利用夏雨竹接近他，斩草除根，以儆效尤。怎么了？梅老先生一家是不是你杀的？对。为什么？我杀的都是投靠汪精卫的汉奸，这是我的任务。那梅夫人呢？他们的两个小孙女呢？那两个小女孩和楚生差不多大，你怎么下得去手啊？我只是在执行任务。你变了，你不再是我认识的那个双菊。杀手弹无虚发，枪枪致命。今天借此机会，我要向重庆、向蒋介石、向戴笠发出严重抗议。他们这种滥杀无辜的行为，必将受到最严厉的制裁。唾沫星子能杀人，一定是有人捅给了报社。戴局长命令我们尽快查清此人，一旦发现，格杀勿论。你愿意成为军统的刽子手？我阻拦不了你，但是我的姐妹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姐妹，我绝不允许她变成一个魔鬼。